子。那各位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跟大家提出来分享。那那个麻线要怎么穿进去？要用针吗？针，对，麻布袋的针。幸亏你很内行哎，没有，你问的太多了。那个都是秘诀，多问一点。它有一些是专利的吗？专利的，我这个丝瓜布都是认证，就是刚开始回来的。参加云林县文创比赛有一个认证，那专利的部分是在布，这个是布匹剪贴花画。刚刚也有游客问我说，请问一下，你这个怎么拿到专利？哎，我觉得这就内行了。对。他说这样看很普通，你怎么拿到专利？到底特别在哪里？因为专利一定是有特别的地方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哈，这一块布就是我们所谓讲的客家花布跟远东花布。我把上面的花叶剪下来，然后重新去设计拼贴。你现在看到的红色、黑色、橘色的，那个不是布，那是纸。所以我把布剪下来之后，再去贴在纸上，重新构图，重新设计，重新去拼组这样的一幅画。所以每一幅都是独创的。对，然后那个花叶取材是布而已。是啊，布是不是不好剪，很软，还会虚掉，这个就是要技术，然后贴合更要技术，用那个胶，那本空气压不出来，对，会反掉，对，所以我这个这部分是拿到，就是我的新的专利。是这样，所以你有好几样专利吗？因为你说新的专利，这个是我有申请专利，那其他我不想，因为我知道申请专利很耗时间，那不然我丝瓜布我也可以去申请专利，然后费用也很高，然后每年都要缴，像我现在 一年要缴到8000多。新专利每年要缴税了？对，新式样，哎，新型的专利，它叫新型的，是。所以好，大家 OK 了吗？还有问题可以再提问。我大概留半小时给大家创作。你们两点半嘛，哈。两点之前。两点。好，提早十分钟 ，OK。不然的话可以，其实动手做你才知道。一口啊，这都没啥，你来做做看。对对，然后不然就是先进行 DIY。都可以。啊，中间有疑问了的时候，可以随时提问。好，欢迎欢迎各位。我们分为两桌。那个我们同时。除了原来的那个团员，我们有大安社大公共记者的朋友们，那这一位是浩奇爸爸，中间就是记者嘛，哈，啊，佳敏，等一下他会再回过头来采访。好，欢迎你们。那我们的位置就这边有五位，然后那个外面那一桌有四位，总共有九位。好，啊，欢迎分两边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到后面来，谢谢。我们要做什么？我做教你们做简易的那个桌上的植栽。哦，啊，你的植物还放在那个盐瓶管。是哈，哦，对。好。谢谢。我刚一看，里面在世贸，但没有进去。哦，是。哇，这差异很大。是。我以为有做数据。
圈。不要拿走。下一次你没有。剪刀，剪刀还没有。剪刀那边。那我们先站过来这边好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剪刀要拿出来吗？对，剪刀大家手上都有。这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好，那、啊、你等一下再做。好，等一下我可能没时间做，你做好的那个，我就再做就好了。好哦、可能没有办法。不要搞我了，老师说可以的。因为那个是 DIY， 是DIY。好了，没关系了，不行就不行了，可以就可以了。两边都可以，我因为我特别留中间的给你们。那因为我这一次要做的是桌上型的，好、哦，桌上型的。那所以说，等一下如果不稳的话，下面可以修。那我们现在只要我先讲解哈、哦，先把这个剪到剩两公分，这边有一二三，有看到吗？哈、哦，那你稍微剪刀慢慢注意自己的手，因为这个还是有点刺，慢慢伸进来到这里，慢慢剪到这边。剪完之后，我有个木棍，再借你们往里面压。那压完之后，我们再把外面的部分慢慢修平。我拿一个我已经做一半的给你们看。对，这个。大家看到哈？刚刚是把我请你们把它剪掉，剪掉之后，我那个木棍会借你们用手跟它的压，出来它就变底了。对。聪明哈，是把它变底，你看从底部看也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一次都不用到针线跟胶，啊、这样就好了。对，啊，把罐子放进去就好了。是，然后再整平，然后我有帮你们洗好跟处理好了，因为我怕你们没有时间。然后呢，这慢慢推进来，那你就可以种植栽放水，可以放在办公室的桌子，这样 OK。好厉害哦！哦好，大家这样不了解再。跟我可以开始动手剪看看，可是剪到这边是两公分的时候，那这边怎么样把它剪平？哦，你不用剪平的，你只要里面那个伸进来剪，旁边剪完，那我把它推进来，那个底我就是要留作底。底，然后就是用那个锤子，对，然后开回去。这个不要拿掉，整个把它推进去。是，剪一二三，这样不了解再问我。啊，那这个这样可以吗？这个。那么你这边当一点，然后所以就撑一点，我就弄小撑一点。对，一二三，好。我跟爸爸坐一起，我等下就自己做吧，好吧？来看看这个。要压多深？大概留个两公分，你看一下。可以用这个剪刀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谢谢。好，让你们来做就比较快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要用这个、哦、这个木棒哦，那个木棒。对，好，把它平整，因为我今天那个木棒没有准备很多。因为刚杨老师一直老看我。请问一下，我前面来晚了，可不可以帮我补一下前面讲的？前面讲的。对对对。方便补一下吗？没有啊，后来没有。我刚前面有介绍这个丝瓜布。结婚了，第一天参加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我有补这个丝瓜布，这个是绿的，还有这个颜色，它是这两种。对，然后把壳去掉的话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对，然后。中间把那个心拿出来，然后再整平，可以做成扇子，是这样子。那扇子的话，我是用手工去缝的，所以刚给他们看有针线的，是这样子，大概是这样。还有我的作品，我都有大概一一介绍，对他们，对我作品有兴趣。那希望多了解的，我就会多介绍。可以介绍一下。这个的话，像这个植栽，这个是有加线的。你们现在做的话是桌上型的，因为我会试时间，对，然后来
增加那个部分。那如果时间够的话，就会加了装饰，加了调。那不够的话，就做桌上型的。是这样，就这样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整个饼面就是只有那家。